我确实乌鸦在地间兵将优先提高，乌鸦其实不怎么依赖神话装备，它是不怎么依赖神话。 可以吧，主播的异技能。你那么狂干什么？再一个是。 探险家刚刚拿到了一血 ，First blood， double kill， nice killing。 但是小要出去，操！别出去啊，求你。First blood， nice killing， double kill。 这个线怎么办呢？那我不 A 他也会出去。那压一波线你还敢打？让 Q 消耗，你 Q 我，我 Q 你，我们是艾克打的。 发现推进去，我应该，我要走吗？感觉不是很需要走。坏，我好像把EA给害死了。我的问题 ，sorry。 不该去浪的。拳皇之后的冒险，不是冒险。是我全是我决定出，现在人潮有没有用？嗯哼哼哼。 怎么是我的头？好像杀不死。哎，怎么是我的头呀？我想摸个那个东西，怎么是我的头呀？我没想 K 的，我就想摸一下被动。我操，这一脚！嗯嗯嗯，我走了。 我操，光速 QQ， 好帅呀！光速 QQ， 这光速 QQ 太狠了！哎呀，骷髅被发现了！他攻速斜了，坏了，一些装备完打不过去。 一张就 Q 了，哦，这都没遇到啊！只能是这样。
对不起，我带他太多节奏了。没事没事，没事是吧？那我再多撑两个，能赢就行。我操，这哥们！算了，不去浪了。马上六了，哎，怎么 Aiden 没声音的呀？杀掉我，也证明我的道路是正确。跟他妈默片一样，凌驾众人的权力。你也会打吗？会打有个屁用的，出来问要有势力，要讲背景。你哪个道上的？还行，我操，这波太帅了。主播主打的就是一个阴险狡诈，狡诈。哟哟。我超模，我超模，我一个 Q 技能 A 啊，我啪，我超模来了，对面还玩个毛线，对面要开始发难了，开始狂点自己打野，你不要带节奏呀，喜欢玩软辅是吧？哎呀哎呀，坏了，一下哦，两下哦，四十块血赚，没办法，我应该帮他顶一下让他走，这多少钱啊，500加300 700再加300 1300再加3001300加300 1200，还行，这克里拿1200不算太多，可以接受的。你们觉得克里拿1200这终结亏吗？也就拿了1200，还好，不是很多，就是给我打一人一连，给我打他奶奶，操！你不要怕，有个你很肥的。哟，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。我操！来放先锋，你干嘛这样子玩？别怕，别怕，收完，收完。哇操，这打野干嘛呢？超模靠你啦！超模好像不太行，希望被温柔对待，还可以。哇操，这屌打野在干嘛呀？这屌打野，这不是在搞吗？输出，别怕一的，他死了。这上路也被单杀了，打野好节奏，我发现这游戏打野是真的有点搞。啊砰！想逃啊，想逃！哇，你这空的离谱！我这能给他跑啦？急什么呢？我操！我操！这打野有问题，赶紧去保护我家 ZZ。
不行，这人有问题，这逼在搞，我操！青钢影信不了，这个也信不了，这把我们信谁？我们信超模。哼，没被超过魔，真是！我操，一个睁眼换一个，这个太赚了。刚一 A 自己走，其实辅助有的时候你能不跟着 ADC 就别跟着他，你跟着他有的时候反而你让他自己走容了。你让他自己走反而他毒吃经验发育会更好一点，而且他已经优势了，稍微放养一下也会不行。这是台主的游戏里面，我来教你藤子怎么写，我操！我操他妈逼，这怎么搞呀？我操！算了，杀一波这个吧。我深深的明白。好像有人来了。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。哇哦！青钢影动不了。确实，这青钢影动不了，看的是会让人很兴奋。吃，狠狠的吃。啊！救！还没看我。喂，一雷没在看我。没事，超模来了。我操，超模还好，死我没关系。我感觉我是不是需要一个那个永霜？不把我出个永霜会不会好一点？但是我又想出那个。算了，这面具伤害高一点，这把其他队友的伤害算来的出那个吧。有的我好几次出泳装的话，把自己搞没了。中单起来，他本来玩的就不赖，只不过他游走掉很多经验，主要还是下路那两波被那克烈一个大过来创造的，18个人头跟我有关。这都能打的，不、哦，噔，你怕啥呢？别！哎呀，给你们搞节目效果去了！我操，别杀我！我操，太帅！那小小艾克仅此而已，好险！我操，你们差点害死我！还可以，我操，解脱之处，解脱之处确实厉害。解脱之处，来个重伤吧，回血，三个人都有回血。其实我想出杀人书的，读书，想读本书的，23个人头跟我有关。还要推啊？那就对不起了。哇，这么变态吗？这都能换掉，不愧是你。青钢，你这装备都没打过。
他解脫算了我推了呗，讓秦剛你去下路，打中了，我操，我這個預判還可以，預判 W 直接打中。 跑得可真快，这小东西！哇，才加九啊！坏了，不能够再吃那个。才加九，加这么多吗？好帅，确实帅。 500移速吗？这武器跑这么快吗？500的移速呀，跑这么快，乌鸦还是适合打辅助的。打中单还要看对面出什么阵容打。哎，这不会杀了吧？ 哦、我还想让人投的，差点让出事。一个酒金币也太少了，对面基本结束了。这把下路C，又C一把，主播又 C 一把。算了，这里不装了。500块赏金，乌鸦落入凤凰群。 生在贵族之家，而我成了一名战士。哟，这样搞心态，好像可以杀。过去。嗯，减速道路，这个方的呢？就这你还不让位置啊？ 真是的，就这你还不让位置？我日你哥！我操！你好好补行不行啊？哎呦，你能不能好好补？我求你了！不如说是解放了上路，现在上单厉害都是后期嘛，上单确实存在感不太高。 主要的位置他打的太慢了，还行，我们打野把这武器宰了，超模等级有点低啊，才12级，他是不是没地方打钱了？好像我这乌鸦52刀也有点问题，浪费，不如自己吃，这能打，感觉可以打，打不打？打就快点打，不咬破破妈妈唧唧歪歪。 有钱买杀人书呀？不够钱买齐亚娜的漫画书呀，兄弟们，还得再打一回。这齐亚娜的漫画书得他妈1250，差点钱。等一下吧，这没有什么装备可以买，只能买漫画书了。
还差一点，抓到剧本就死了。我操，我这把作用太大了，一 A 闪现下去帮队友扛的，这 ADC 脾气确实可以。嗯，老在那推推推。战斗的结果又是小明乌鸦，没办法补位了。哦，这就死了，好狠！我操，那么大一管血，开大的武器就这么死了。百分比伤害确实强，百分比伤害确实强。主播他乌鸦玩的可以，你要转粉，没必要了，练下剑魔吧。要不是补位，谁玩呢？我来了，我这移速可以。追不到人，抓我。为何？这是为何？哎呦，队友上太快了，这里我追不上他们。嗯 ，Legendary， 你杀不死的兄弟。完了，他要死了。哎，还行 ，Q 一下。哎呦，还行。哎，我发现我买了这个东西就有问题。我发现我买了杀人书之后就开始出问题了，每把游戏都是这样，我要不要把它卖了？但这个卖了好像不太行，算了，不卖了。哇，头皮发麻，这不，头皮发麻。来个钉，晚点再换吧，最后一件再换吧。买都买了，舍不得呀，这加五十法强，还给生命值，还给神话技能的被动。算了算了。不过应该还是没什么变数，这要能输了，倒立跳极限舞，知道吧？这游戏不可能输。这要是也能输，倒立极限舞没什么好输。嗯。点数到了。现在乌鸦出真不太行，那你说咋办？他应该到底出什么？超魔来啦！超魔死了。不怕。还行这一波，28个助攻，呵呵。Ace， 我这把拿了80个被动，960的，为什么？有点狠。减速。哇操，好狠，50块到手，这把可以吧？38个人头跟主播有关，38个人头，47的人头比，也就是说9个人头跟我是没关的，不过还可以。